家好，现在我在侨教中心，金山湾区侨教中心。今天的大活动是由文体会所举办的童万节，您看到现场有好多好多的观众，有大人有小孩。那在这个室内呢，有精彩的表演节目，还有很多的文化摊位，在户外也有游戏摊位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室内的表演古筝哈，大家可以在悦耳的古筝声当中一起来听听看，我们现场观众对这次童万节有什么样的感受。我们要找谁呢？哦，我来演睛看一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妈妈好了。好，来，你好，我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会不会讲中文？奶奶讲中文。我讲中文呢。啊，那你今天看了好多的节目啊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都挺喜欢的。都挺喜欢的，选一个，一定选一个。选一个啊？就是第一个，就刚才弹琴那个，刚弹琴那个丫头就喜欢那个。那个弹得好，那你刚才有没有到处去玩呢？啊？你有没有到处去玩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哪个节目？最喜欢让奶奶抱着是吧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看，哇，你看大家都在拍，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台上表演。哇，爸爸妈妈比孩子们还要热情呢。然后今天呢，因为还有这个印度舞，可以说今天是国际性的活动。除了有台湾的表演之外，你看这里有一个老师，啊，我们在这里面表演，老师比小朋友还要卖力，在台下，哇，真的是很认真。那现在我还要再访问谁呢？我们现在随便抓了哦。哇，因为这边下一个节目应该是印度舞，所以有很多的印度朋友都在这边 stand by。 那我现在来看一看，好，来问一下好了。你好，我访问你一下好不好？这是童万节，你这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童万节吗？啊，是的。你感觉如何呢？啊，气氛很活跃，然后人也比较多，很好。您知道今天的童万节最主要的目的，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，海外的下一代，可以知道我们台湾的在地文化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有很多的活动，很多的表演，你最喜欢哪一个表演？从刚看到现在，你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表演？哦，我现在看的是这个表演最好了，因为有我的外甥女在表演。当然是有自己的外孙女表演的节目最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往后面看，因为后面有很多的摊位啊。哇，你看人海，人山人海，好多呀。来，小朋友，来 ，Can you speak Chinese? Can you speak Chinese? 来 ，Come here。要上节目了，来，妈妈来，妈妈来，来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就这附近。哪里？New Peters，住在这附近。对，怎么知道这个活动？Facebook。Facebook。你喜欢冰淇淋吃吗？我喜欢冰淇淋。你这里面的摊位，你最喜欢冰淇淋吗？冰淇淋。好，小朋友来这边学中文也不错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有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表演。大家不要忘了，台湾黑熊最有象征性的台湾黑熊，来看我，来，台湾黑熊抱一下。奖品帮忙拿上。OK。我告诉你，台湾黑熊很可爱，那里面的哥哥真的很辛苦。哥哥是不是流很多汗了？精彩的演出啊，是。啊，哥哥，哥哥说绝对值得。哥哥来跳舞。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礼物，小小礼物。啊，台湾黑熊是我们台湾的象征，今天有童万节，当然要邀请台湾黑熊。嗨 ，Pose One。谢谢黑熊哥哥。哎，今天童万节很好玩吧？明年童万节要记得来哦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好玩太阳，好玩太阳，太阳那一呀一呀，太太阳，太阳那一呀一太阳，一呀呀，太阳那一呀一太阳。Thank you.
轻轻听到。